还不错，这个呈现还不错，而且还变小，而且还慢慢变大，对。所以它出现的位置，我们设定的，就是有，还会有两个。这是挺好的。我做男神。这是死亡的画面。你们进化完，大小跟现在的差不多。它会变大，它会复，所以会越来越难。对。算好了，故意的。秀一下。往上走。大小没有感觉差不多。没有，前面两阶比较差比较小啊。不过第三阶的图用比较小那一张啊，感觉刚刚图应该是差不太多。感觉变快了，它时间有变快，出来的对，就是提示的时间，就是响应时间变快了。因为要快要进化了。你敢变小啊？错觉。黑棋万劫变小。对啊，就感觉没有变大只。被讲成战斗空间变大了。也是个好方法。不会，所以还有到，对，对啊，还可以变差分啊，这是温室啊，还有，这是剧情杀，对 ，OK， 对，还有差分外喷的 ，Mega 啊，还有啊 ，Mega 进化，对，但是差分会手写的，这就是结束了，过关的画面，就是到刚最后三道那个，这就是过关了，因为那个已经要死，好，那最后还有。